宣布即将在四月一连十二场开唱。阿妹暌违七年重返小巨蛋，消息一出，粉丝直接嗨炸，13万张门票秒杀完售。毕竟自从阿妹条款后，在工单之路困难重重。在工作人员不断沟通争取之下，小巨蛋同意在不打扰邻居也不伤害你们的权益下，所以三天三夜我们可以唱了。但是我也要拜托大家，我们的脚步轻轻的跳就好，让大家知道张惠妹的歌迷都是有爱的、体贴的，好吗？一点都不会累，我已经跳了七天七夜，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。乌托邦2.0无缘唱回台北，阿妹持续不放弃的申请，终于在七年后如愿回到小巨蛋开唱。从2007年 Star Tour 10周年演唱会的第一次，以四度功能的阿妹每每开唱，首首都像三天三夜一样的嗨。全场一起嗨到最后一刻，阿妹的演唱会就是有这种魔力，让人上瘾。再加上来助阵的嘉宾一个比一个大咖，超惊喜的限定合作舞台更是一大亮点。这首歌叫什么？叫《喜欢寂寞》。你有喜欢寂寞吗？你最近有寂寞吗？不寂寞。不寂寞。吹一下风都是海，吹一下小阿蜜桃。当时奋不顾身牵住我的手，看见了轮廓就能做宇宙，当每个习惯变成生活，才了解了什么。生活的接受寂寞，传来的语言变成
从一场两场到八场再到十场，阿妹三个青年再上小巨蛋也打破自己的纪录，挑战十二场的 ASMR 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制作规格更胜以往，又会如何让大家颅内高潮，令人期待。去往前走，完全了，曹雪整理报道。